我先带大家去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七个弟兄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保守我们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一个都发不了。我是来我们空空来，饱饱回去。所以说，祷告你，而且是今天得胜。好，来听你们大家早安。我们今天那还是按照开始，还是按照我们来读今天圣经啊。今天是哈该书二章四到九节，我们大家写的总共只有五节经文，大家一起来啊。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兰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或做万国所羡慕的地来到，我就使这殿满到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今天我们敬拜是我们东区敬拜团的任教姐妹带领，好，大家任教团欢迎啊！大家掌声欢迎我们东区敬拜团。姐妹们平安，弟兄们也平安。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之前，我们互相跟你的左右邻居。问候一下，在这里也跟一起敬拜一个生命在于主，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的。让我们在神的祭坛面前，我们来向神欢呼。我们说，力量也在于你，盼望也在于你。Thank you.
让我们在
Don't forget.
但是我们任何事工如果没有仇敌不甘心的事，我们就怀疑我是不是行走在神的路上了，对不对？
啊，结果哇，那个搞得我就第二天的那个下午听到了 Pastor Greg 告诉我们的车子被人家超过，那我拦的心都没有了哈，要赶快回来，4:30我们提早收工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第二天早上我就跟他们建议，我说我问你们在哪里修啊，我说我知道有个弟兄修得很好，结果我把车开过去啊，结果这个弟兄呢，他一听说在 church 在教会 parking 那儿被打破了，他说啊打折打折打折。旁边这个窗子是一个原装的玻璃哈，Camry 哈，2009年的，修好全部加起来也要150万。哇！哎呀，啊，我都不太好意思。Kenny， 他这个傻客户，他还说那么便宜吗？哈利路亚！啊，这神的恩典啊。那个然后呢，回来以后，我们这个这个 Leo 哈，还有刚好看他们家庭都会供给，啊，他们代表的那刚好是大家都知道做饭做的英雄，但英雄现在他们就在楼下正在还在做饭啊，因为买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看到神的恩典就这样子的笼罩整个会场啊，我相信我们在征战，但是我们一定得胜啊，感谢主。来，艾米上来讲两句。每次只要他们一有想法 ，Peter 一下就能看出来，每次我都特别准确，一个不差，一个不少。我跟 Peter 是，我们两个有 channel 是对上的。是我刚好要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啊，就是我那天有几个客人去，是我自己的客人，也是我后来的朋友。有一对夫妻呢，就是他们就是婆媳之间关系一直都不太和睦，然后他们现在呢还要住在一起，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就问题很多，然后。那天施伟后来讲了，从施伟从上去了，刚好那个小孩子就哭，然后他们就下来了，那我就变成根本就没上去，我一直在楼上坐着。其实平时吧也很难聊到这个题目，因为他们家里一直都有人。我去的时候那个婆媳都在，虽然不怎么讲话，但是我也不太好心理这个题目。但是婆婆跟媳妇都分别跟我哭诉，然后你听了两个人的都觉得特别有道理，都委屈的不得了，都满腹的这个委屈，也很难判定他们是谁对谁错，所以基本上就是。谁跟我讲，我就听一通，我要时间，然后我就不表态，一直都是这样，好几年了。小孩子现在都2岁了，从他们住在一起，一直都是这种状态。然后媳妇也从来不跟婆婆叫妈，从来不叫，也不叫阿姨，就是没有称呼。婆婆一直给她带孩子，带周一到周四，然后周五、周六、周日婆婆再出去上班。这个事情呢，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做小妹的还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那天晚上刚好见到孩子哭，我们就把事儿讲出来了，刚好她老公也在。她就还是在抱怨老公，不替她说话，然后婆婆呢也不会体谅她的辛苦。后来我就说了，我说今天你婆婆不在，我说你们两个都在，我就多说两句。我就第一件事我就说了，我说你结婚这么多年，从不管婆婆叫妈，这件事就是你不对。这件事说明了很多问题，不是光叫不叫妈的问题。如果你们和睦，不叫妈也没问题。但是因为你们不和睦，这就表明了你心里在认同上都没有拿人当过妈妈。那你有什么权利责备人家不拿你当女儿呢？我就说这一个事儿，我就这个事儿讲了很多。那么我也没有期待他有什么，就是说从此以后就叫妈了。说实话，我也不敢有这样的期待。可是刚好前天他们家就是跟社区有一些就是修 fence 的那个工作，然后他们希望那个 HOA 找他们开会，那他就说你们不要听错了，所以他希望我去帮他翻译一下怎么做那个工。刚好我就去了，然后那个女孩子突然就说，我说你家的画挂的吗？我说这是我妈挂的。他说本来我是想挂的这面墙。我当时就定了老半天，我在想他妈是谁，我想了半天，因为他这么多年从来没叫过妈，然后他说我爸就说要换一个大的，那我就知道他已经开始叫妈妈和爸了，所以我心里就很感动，我觉得我们这个活动嘛，他其实是基督徒，在国内就受洗了，但是因为到美国以后，就是好像也是因为小孩子工作忙，一直都不去教会的，但是因为那天借着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看到很多基督徒喜乐的生命，看到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难处，但是我们还能这样全心的这种。侍奉和坚信的时候，其实对他心里是有触动的。然后另外一个客人的妈妈也是基督徒，我们几个一起跟他在聊的时候，我相信没有改变。后来他就不像以前那么坚持说他的很多道理了，他一直听我们在讲。然后现在回去以后有这样的改变，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面对面的跟他讲道理，他不一定听，但是他来到一个大的环境里以后，他自己的心思意念就会发生改变。他就真的相信我们说的，就是你要看到朋友的付出。他自己也愿意先放下自己，他也说
以后有时间我们到教会来。所以我觉得这些活动的很多意义都不是我们当时能看到的，但是在每个人心里，神都有做过，不是我们的力量，是神的力量。荣耀归给神，感谢神。对啊，我觉得还有那个周五，这个活动多办几次吧。对，我也分享两句啊，就是我当然不谢，确实我就觉得不能上等，怎么可能？当然也是圣彼得的骗，他说一路是直射就开上去了。然后就开上去，然后一上去，然后就说一开出去五分钟就到那个场子，然后开出去日日转转转。大家很感谢主，我其实不属于很有信心的那种，皮特很有信心，然后我老公很听皮特的，皮特说上，他就把我拖上去，他也不问我的意见。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当然首先有一件事我要纠正一下，就是那天晚上就是12点钟，那三个人是打开心门祷告，不是觉知祷告啊，打开心门就是愿意神的灵进入他里面，帮助他来认识神。这个当初我也做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觉知呢，就表示我一定要跟随耶稣了，因为认识他和愿意跟随他还是有不同的。对，我比较严谨，我也要讲清楚。不然会给人家压力。我想见证一件事，就是真的神想救人超过我们。第二天不是要的是我讲道吗？讲道前我就很担心，讲道这个期间万一我要去上厕所呢，所以我就灵修完了就上去去吃药，然后我就去吃药呢，在我们那个房间呢就有三个，他们是做按摩的。那我前一天跟他们就不认识，而且前一天他们就在说，我们去的时候就我住了个下铺，因为我不能睡上铺，我怕晚上毛下来嘛。睡了下铺，他们就在说这个下铺原来是他们要的，但他们没买东西。那我就呢没让他们，但我又不认识，我又不好跟人家去解释，就我心里就有一点别扭，我就觉得是好像占了人家的铺似的。但是那天他们就在那讲话，一个人在给另外一个人按，还有一个人就在讲想回国啊，还是待在这儿好像挺苦的。按正常的来说，我就该跟他去谈谈，对吧？为他祷告。那我就想，哎呀，别惹他们，我又不认识他们，而且好像他们的口气有的时候蛮硬的。那我觉得我最好别惹他们，我就自己在那拿药，那个药怎么也抠不开，就那个细薄纸抠不开，抠不开呢。等我拿到就是还没扣开的时候，神就真的是神感动，那个人就开始哭，就说他这个困难啊，心里的难过，一直流眼泪。那作为一个传道人就走不掉了，虽然只剩五分钟，那我就顾不上吃药，我只好去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只是安慰他，求神让他不要哭，能够下楼听到，其实就是这样。但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里面忧伤，我就忘了自己想躲开跟我太熟悉的人，我天性就是这样的。为他祷告的，或者神就感动我，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然后就问他，我也就说问他说，那你他好像都挺明白我的祷告。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他用啊，说你要不要今天就觉知祷告？这个是问他，但我没说觉知，接受耶稣的祷告，我很少用觉知这两个字。我问他要不要接受，他说要，我就带他做了，其实就是做了觉知祷告。然后我跟他说，我待会讲到完了有呼召，你愿意心灵得医治的，你要上来就被医治。他到时候就上来就被我们安吉拉抓住了。安吉拉上去就问他，你要不要觉知祷告？那人一想，我没觉知过啊，他说要。然后安吉拉又把翠莲喊上去，又给他做了一遍祷告。因为我想看他们祷告完了又祷告一遍，然后这就是要双重力量，我们互相没有商量过。祷告完了他下去以后，皮特呼召要不要信主受洗的时候，竟然他就上来了，哎，我就受洗。哎呀，就是很感谢主，神就是要救他，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时间老来教会啊，但是你看神就这样恩待他。而且安吉拉可能是有爱心的，说良心话，我对他是没有爱心的，我就最后我药也没吃成，就没吃成。但是我从上山那一刻到下山，
就一次腹泻都没有。哎呀！这个时间差不多交给 Peter， 时间要控制好，比较只有45分钟。今天题目是哈该书的这个重建圣殿，交给 Peter 上。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个上礼拜说起的也来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恐怖之法开过来，哈利路亚。好，我们请开始讲到这边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主啊，你在创始以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主啊，谢谢你上个礼拜我们大家在山上这么温馨这么好，主啊，有我们的师传道在那边讲道，主啊，像诗人一样把这个你的美这样子的诉说出来，主耶稣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这样子合作无间，主啊，就像 Amy 他做的见证，他到其他的这个旅行。一下车大家就互相抱怨，主啊，但是看到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主啊，让这样子的爱的团体，主啊，真是能够在世人中间能够见证你的名，主耶稣感谢你，愿你高抹今天早上孩子的口，能够把你的心意诉说出来，让你的心在这边得到满足，让弟兄姐妹在这里得到建立，感谢祷告，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啊，真的是心里充满喜乐。我们思维呢，它就是按照这个约翰福音啊，然后按照圣经一节一节这样讲。那我和我们学长黄高辉黄传道，我们就是看教会现在面临的什么事情啊。那很多时候呢，像 Amy 呢，他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指标性啊。当他开始信主以后。我就觉得哎呀，需要在顺服上学习功课啊，谦卑上啊，我们就讲谦卑。后来呢，要讲信心上要啊，那神也怜悯他，他那个时候心里面还觉得代职服是怎么样，神就差遣那个神啊，传道过来，他就讲说哦，我们是双职服事，是不是？那现在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开创的第一个小组啊，一开始那个原始小组 OK 了，后来开创的第一个小组啊，就在。Karen 和 Amy 他们两个的带领之下，还有 Kelly 啊，他们然后开始这样建立。那神就感动我说，我现在这个主日我就要讲建造圣殿啊，重建圣殿。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怎么样开始建造圣殿啊？每一个小组就是一个祭坛，在小组上就是教会啊。那然后学长黄高辉他下个礼拜讲。就要讲怎么样重建城墙，啊，就是按照以色列旧约的很多很多的 event 都是有属灵意义的，啊，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主要就是用哈该书来讲到以色列人回到了在所罗巴伯带领回到了这个巴勒斯坦以后，他们怎么样对神来呼召来建造圣殿。好，我们先看一下背景，好不好？他的写作年代呢是主前520年。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历史啊，我把这个，我看到我们买了一个钟哈，以后就要挂在这边，这样我就不需要放手表。啊，我放下。在主前，这个538年的时候。耶稣降生前538年，一个波斯和马代这个王国取代了巴比伦王国啊，巴比伦王国就是但以理在看到那个金像的那个头，那波斯马代就是银的肩膀啊，所以那个时候波斯马代取代了巴比伦。他的第一个君王叫做古列，他是敬畏上帝的，啊，他把他取代以后，他知道永生神是，宇宙万物，是耶和华神是宇宙万物神，所以说他就下诏，就在538年的主前538年的时候，他下诏给住在那个时候是苏珊城的这一些。有还有全国的犹太人，叫他们回到巴勒斯坦，啊，
来建造圣殿，而且把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所抢夺的很多圣殿的金器银器啊，归还给他们。这个金器银器是分别为圣的，啊，这个叫做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吧，啊，伯萨萨，他很轻描的拿着这个金器银器在那喝酒，那天晚上他就被自杀，啊，所以说这些是神所拣选的这些器皿，啊，那神在借着波斯的手，波斯王的手，啊，派这个这些所罗巴伯，还有那个时候包括莫迪改，啊，包括一堆人，啊，都带着这些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在如果以后有空的时候，你们会看以斯拉书第六节第七节，他那边就讲到，他们回去建圣殿的时候，突然之间没有办法建，因为外面的别人的攻击闲话非常多，所以说就到了530年，他们就停工了，一直停到520年，整整停了10年。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那神就差遣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个先知，对不肯积极动工的犹太人发出呼召，让他们从懒散中振奋起来。当附近的官员横加干预重建这个工作的时候，大力乌王他就回去看，他回去看，他确实是看到了，在20年前，啊，18年前，古列王所发的诏书。因此，大力乌王不止没有横加干预，而且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好，下一页。在整个圣经上，这一卷书算是所发生的日期还有内容写的最详细的。很多时候先知讲话，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的。例如说士师记，我都以为士师记里面的基甸是很早的事，其实不是，基甸是很晚期的事。那这个上面他就讲得很清楚，在这一个3个月中间，从6月1号，他先知哈该书讲了一篇神的道，6月24号又讲一篇，7月21号又讲一篇，然后9月24号他又讲了2篇。所以这5段信息就讲到我们在建造圣殿，很多时候也是建造小组，甚至于是建造事工，的时候会碰到的问题，然后看神怎么样来鼓励我们。好，我们第一个先开始念，第一篇信息。好，我们要一起来念，好不好？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耶路撒冷撒拉别的儿子巴伯和约撒撒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圣时候上帝会到。好，先读到这边。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常常用这样子的话，不是吗？哎呀，我家开小组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这个传福音啊，他还没有预备好，啊，因此我们就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常常当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立刻心中就有一个 urgency， 那个时候圣灵就跟我讲，在这个时候全世界只有你可以成为我的出口，也来去，哇，哦，所以百姓用这个借口说建造耶和华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我们中国人喜欢风水，是不是也喜欢看农民历？这个时候适合什么，那个时候是什么。基督徒把这一些咒诅全部破弃掉，我们只要选择的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只要选择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哈利路亚，不需要理会这些事情，神是创造时间的神，
好，我们继续念下去。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溪酒、河流，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我们从5830一直到520，整整我从538一直到520，整整18年的时间。我们中间谁盖房子需要盖18年？举手。没有吗？哦，他们又不是盖什么豪宅，即使是豪宅也不需要18年来盖，对不对？所以说，在520的时候，当先知哈该跟以色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房子啦，是不是？神早就让他们先把自己的房子盖好了，他们早就在以色列那边已经开始 settle down 了，是不是？所以说神才会说什么？说这殿，第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众民的时候，他的百姓却不灵里面却不敏感，天天在那劳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神的祝福和丰盛就会临到我们，这是很自然的。如我不是一直在讲成功神学，但是如果基督徒天天要靠借钱过日子，哦，你努力了半天，例如说卖房子了，努力了半天，一个月连一栋都没有卖出去的时候，就要在神面前来反省，主啊，我是不是哪里错了？哦，我自己做国际贸易的，当我的订单下来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是不是我哪里错了？当然经济有高有低，但是神的应许是以上在荒年的时候还收成百倍，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财务上的这个供应，很多时候也是反映到我们属灵的状况。好，哦，所以先知把这个点出来说，你们种了半天却反而有霉烂，有干旱临到你们的所有山冈，哇，非常非常的严重。他说是什么？他说所以为时节，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第十一节，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溪酒和牛。哦，所以耶和华的殿是多么的重要。好，然后呢，百姓们就开始回应啊，第十，这个我没有打出来啊，在第十二节的后面的地方，他就说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感谢主，我们教会大家都在神面前
存敬畏的心。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存敬畏的心，我们就从那个以前在哪里 Chino Hill 搬到了 Ontario Mountain， 然后又存敬畏的心从 Mountain 搬到了这里。我常常走在 Euclid 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感恩，我说主啊，全洛杉矶最大安全岛这么漂亮的路你就赐给我。我以前不知道我们这游客里有多好。七月四号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搬那个箱子，我就突然发现七月四号 ，Ontario City 每一年七月四号都有游行的。他们在那边把 B 街 一 close， 然后把北面的第四街 close， 中间变成一个大的、好大的 barbecue area， 然后说那个，我看那些爸爸带着小孩啊，真可爱。早上七八点就跑来站位置了，然后九点钟开始就有游行，像各个学校的班在那边跑来跑去，还有开那个小车的，那个小车很好玩的，那个是不是有人看到小小的车，然后一个大人坐在上面，呜开过去，很好玩的，哇，好玩的很啊，我就发现我们有这个城市跟其他城不太一样了，神把我们放在，我们是距离西利号最近的一个教会。神把我们这群人放在 Ontario City 给他的子民。我相信神要借着我们在这边的敬拜，要复兴这个城，好不好？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要建立教会。你看到没有？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奇迹。那最近奇迹比较没有发生，所以昨天前天的时候，我跟那个 Spencer 好好的讨论一下，感谢主，今天那个冷气就装上，现在他们还在屋顶上装。感谢主。那刚刚报告一下，尽量用男生厕所，因为女生厕所那边有一个 control panel， 要把屋顶打了一个洞，所以说尤其姊妹尽量用男生厕所，那感谢主，神借着这样子各样的事情赐给我们，而且你看我们的现在饭食团队在底下，因为那个 BBQ 的时候买东西买太多了，他们继续做，我们要又吃他们做的，几位弟兄姐妹。我后来我才知道，要调节我们的饭食团队不容易，是高难度。因为我们高浩弟兄呢，他是不吃面、不吃中国东西，他就没办法吃饭。那我们 Alan 弟兄呢，他是从五岁就来美国，他早上要吃面包、牛奶要吃。哇，这个团队要调节，只有我们张俊大哥你搞得定。对，我就看他们就是这么努力的做，还有我们的 Amy 的先生 ，Amy 都说了，我信着我老公了，这都在那边徐建伟徐弟兄还没有受洗，还没信耶，你还没有决志，但是他就愿意这样子摆上，毫无怨言，哈利路亚，神树立我们这群人在这边他目的，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定，好，然后怎么样？我们再往下看，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来念啊，十二节 ，OK， 我跳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名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个是什么时候讲的呢？另外再下一页，这个是。六月二十四号，所以第一句话是六月一号讲的，讲了以后，经过了将近三个礼拜多的一个酝酿，大家的心都归给神了，先开始 communication， 大家的心都归给神了，然后神的话就占领到他们中间，他说我与你们同在，后来发现这样子还不够，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到了七月二十一的时候，神的话再一次临到哈该，一起来念：你要小谕犹大省长，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可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的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
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好，停在这里。什么原因？因为耶和华跟他的百姓立约了，是不是？什么叫立约？我们需要跟神立约吗？我们随时会变的。那当神决定跟我们立约的时候，是约束谁？约束神呢？约束他自己。当我们呼叫耶和华以勒的时候，神啊，你的山必有预备。神啊，这是你的名字，哈利路亚。他就必要预备，是不是？当我们呼叫耶和华拉玛的时候，神啊，你的名就是医治。哇，神要不要医治？要医治，是不是？所以当思维打电话跟我说，哎呀，我家弟兄，我这不行啊，中暑啊，拉肚子。我就说，神啊，你的名字是耶和华拉玛。哈利路亚。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事业困乏的，你就说，神啊，你叫耶和华以勒，这是你的名字。哈利路亚，不是我的名字。你已经跟我立约了，你已经被你这个约束了。以色列聪明啊，他们最软弱的时候，他们就来到神面前，神啊，是不是？摩西多聪明，他每次他说，这些百姓不是我生的，是不是？我也不要养他们，但是人家，你如果把他们毁灭，人家要笑你，哈利路亚，耶和华怎么样？后来就没有立刻毁灭，因为他们的罪很大，他们跑去拜金牛，对不对？他们去做这个做那个，去做淫乱，哎呀，太糟糕了。我们何尝不是？神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恩典。我们赶快回到他面前。主啊，你跟我立约了，所以这个约，我们圣经叫什么？新旧约前书，是不是？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就是神给我们立的约。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是永远约，是不能改变的约。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刚刚早上读的神的应许。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应许？那个时候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不要怕。现在我的灵也住在你们中间，你不要怕。他说我如鹰将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哇，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因为他已经给我们立约。生命记有说，你们知道是财货的能力，不是，是从耶和华而来。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是因为我要坚立我和你祖先所立的约。他们，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了亚伯拉罕这个约里面，我们就进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约里头，是不是？弟兄姐妹，不要胆怯。所以当他们要开始来借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工程太辛苦了。我与你们同在，我已经跟你们约定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他们要再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哈，突然之间。到了第十节，再下去，第十节，7月21号讲完话了，到了9月24号的时候，两个月以后，神突然之间又讲了另外一个事儿。我们是不是常常都会碰到这样子的？我们一心一意为主啊！刚才 Amy 讲说，我和他，因为我们俩都是属于外向的，就是彼得型的人
啊，很多时候我们一头栽进里头，会很热心的服侍主，但是有的时候服侍的方向是错的。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自己血气的爱。这一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啊，就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我们很多说爱主用的是我们血气的爱。在199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在台湾那边有很流行的一个预言，说中国会给台湾发飞弹，然后在海南岛已经在练习登陆战。啊，所以说1995年的时候要从台中就登陆到台湾战场，我们叫做九五灭亡论啊。哇，那个就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企业家，他说：“哎呀，原来快完了，大了好大，我就帮助这一个先知来散布九五灭亡论。”他就买了200部那种面包车啊，箱型车，然后在外面漆了。啊，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台湾快要亡了啊，赶快信耶稣。哇，那个时候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台湾的大街小巷有200部这种面包车在等他们去。这个企业家很爱主，爱主啊，200部面包车也很多钱，可是他爱的有没有准确？他就是听了一个，这世界的限制很多的啊。先知的话语来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对于时事的，我们要很小心的来反思这个。那后来我就问我前面的那个，我前面教会，因为我自己也是神的旨意不是很清楚，结果他就说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纸老虎，他看了一个老虎皮，他就说我们要小心。结果那个时候很多台湾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牧师带着整个教会，就把台湾的财产卖掉，然后到贝里斯啊，现在贝里斯还有很多台湾人在那边，很苦。他有一个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呢。好，在这里，这些人一头就开始来做，但是好像也不顺啊。所以说，神在这个时候，在9月24号的时候就点出来一个，来，我们一起来念。从11节开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你，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大家又说：又有人一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难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第14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在做神工作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对价关系。主啊，你看我这边做这么好，那我这边这个小罪你就不要看好不好？那我继续在这边享受最终之乐。因此我不知道你们，我常常会这样子落入这种光景。No， 你要做神的工作，是不是你要圣洁？我自己在3月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上的转变，从那个以后，真的是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我就在回想，在2月底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3月26号啊，我们在这边建堂，哈利路亚，这是第一次来这边聚会，那是很好。可是，我就发现我做生意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就要钱嘛，又不好意思跟家里要啊，因为已经向家里要很多，不好意思要，所以我就用信用卡去刷了很多信用卡。我那个时候信用卡很好啊，
结果建立了一堆信用卡债，感谢主，最后一笔信用卡债是在2月15日的时候发的。哇，我那个时候，我一想到这个时候，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说神啊，你的话语真的是安定在天。我信用卡欠的不还，就是一种欺诈，是不是？我在这个上面不圣洁，所以说神的祝福就不会引导我。感谢主，最近的几个月，我就看到神的丰盛，像一直这样子来祝福，不但是我也祝福教会，也祝福很多跟我有关的这些人。我们在神面前，你不要说这个罪那个罪，当然这些我们很明显的这些罪，我们杀人放火，我们都不会去做，但是。我们在诚信上，我们是不是有问题？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在祖宗、我们在家族中间有的这个咒诅，也会拦阻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圣洁。我们岂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祷告，甚至于团队的祷告，甚至于禁止祷告。我们求神，你显明你的作为，显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话。我们要跟仇敌走相反的方向。常常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仇敌会控告我们的，是不是？那我，比如说我自己，我太太就因为我在1997年到2009年12年的时间，我就是在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所以她以前是跟我姐服侍的，我们局长都知道啊，一起到教会啊这样的，后来。他就在家里照顾我父母亲。那我在中国呢，也不是说故意不回来，因为我的客人不希望我回来，让我在那边帮他守着中国的厂，那就是可能是用我一个人的，用五个人，他高兴了，结果变成我不能回来，不能回家。那好，后来终于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常常心里面有控告，我说我被弟兄姐妹尊敬为长老。我自己的太太没有来教会，这些都是我们在服事上的一个破口或者一个控告，我们必须把它带到神面前。后来那个我跟执事会，我跟张牧师也说这样不行，后来大家还是决定要请我来做长老，那我觉得好，主啊，我愿意，虽然我有这样子的破口。感谢主主啊，那就让我更谦卑，就让我更谦卑，因此真的是能够彻底的贯彻人人服侍这个意向，在教会里面也是个舞台啊，是不是？也会某种程度得到站在舞台上的满足。那我就希望我们教会是提供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舞台，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精兵，需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用上来。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有这样子的破口或者有这样子的不完满，我们就不服侍。我们反而要跟仇敌走相反的方向。主啊，我愿意圣洁，求你帮我把这个破口堵住。必须用神的工作。必须用神的方法去做。我们的神不但在乎结果，也在乎过程。不可以用世人的方法、弯曲背对的方法来达到神的目的。就像有些人跑去赌博，我去赌博赚了钱，我来教会奉献，哦，这个钱神不要的。好，再下一个。然后神最后一句话。也是跟他们讲，说到，再一次跟他们讲，同一天，最后一句话，从20节吧，20节，好，一起来念。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了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颠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
他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义，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们。你看，神的仆人所罗巴伯被神如此的高望，他要成为耶和华的义。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义？古时候这个义是戴在手指上，就是说印了以后，这个就等同于国王的命令。哇，所罗巴伯他讲的话等同于万军之耶和华的话，这是何等荣耀啊！神赐给教会就是有这样子的权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带到神面前，碰教会的就是碰我们神的一中的朋友啊！所以说，感谢主啊！最后几个结论。神的首，神子民首要的责任是建立神的殿，在神的殿中有神的荣耀同在。我们常常背读到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国不是我们死了才去的，天国现在就在。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跟神同在，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行出来。你我都是天国的大使，我们行走世界，行走江湖，要把神的旨意行出来。第一件事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神的殿。啊，感谢主，建立神的殿就是教会。上礼拜在山上也是建立神的殿，哦，我们在这边感谢主。刚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做一半，哦，现在已经做到后面，哈利路亚。那可能要再搬几个椅子，以后会做满。这就是神的殿，也是建立小组，哦，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啊，这个汪老才开，感谢主，啊，下一次开小组的时候大概是九月十月，啊，希望大家好好努力传福音，好不好？有新的就来建立神的殿，啊，感谢主。万老的主后来发现我们的地点非常好，啊，他的对面就是我们黄传道他的办公室，啊，感谢主，啊，那个黄传道那边同时也被呼召要开一个咖啡屋，啊，在他的办公室里头，啊，我已经去吃了好几次，但是在旁边去，啊，那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叫建立神的殿。这个是有形的，另外一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的殿，是不是？哦，这个神的殿，就像我们刚刚思维他在主日学的时候，思维传道在主日学所讲的，当玛利亚把那个玉瓶打下打破的时候，耶稣怎么讲？犹大说，事实上是应有血，犹大说，哦，在另外一节上。犹大说什么？不要枉费钱财啊，这可以卖30两周金多少钱的。可是耶稣讲了什么话？你们穷人常常有，但是不常有我。哎呀，我们是不是做饭做着忙着忙着常常有，每一天都有，是不是？你们有多少时候跟耶稣相处？有多少时间跟耶稣独处？我试过，我早上起来，5点多就起来了，啊，冬天冷，要被裹着被窝，跪在那边，祷告，然后就，啊，第二次起来是7点钟，还是跪着，我睡得很舒服，我就发现不行，我没有办法与神独处，什么祷告，什么密室 closet， 我在密室就睡着，啊，后来我说什么，好，那我就是软弱了，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软弱。求你给我一个伴。那2008年开始，我就到处找祷告同伴。一开始也找不到像你有这么好的啊，你有这么好的同伴啊，越来越有名誉的事。我只有找到刚信主的啊，
刚信主的傻乎乎，他以为哦，基督徒就应该这样子，早上忙碌有没有钱，还得跟我借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半年，发现没有人，他就不敢的，啊，然后那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就这样子，苟延残喘了四五年，啊，那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啊，那利未长老他就被这样子的呼召吸引，哇，非常甜美，啊，每天早上我们傻乎乎的就电话就开始连接了，就开始祷告，感谢主，现在已经八岁了。哈利路亚！我只有这样子，我才能亲近神啊！我自己哈、啊，亲近神还真是不行。OK， 那第二个方法亲近神呢？我就去修基督神学院，啊啊，我就去修课，我就像师傅一样，他说他也是没办法，他就被人家讲到，他就必须要把他读啊，感谢主啊！他很诚实的把他的软弱讲出来，我也很诚实的把我软弱讲出来。我自己读圣经，我就读不深。我去修课哇，要交作业了。上次我紧急到整个嘴巴肿起来，作业写不出来。我写的是零跟半的，结果被老师从头骂到尾。感谢主，我就拿了两个硕士。哈利路亚！如果是快的话，明年就拿博士；如果慢的话，大概希望至少后年可以拿博士。我就用这个方法来逼我自己，来亲近神。啊，你们都跟神来讲好不好？建立殿，啊。像金山，我知道你们可能夫妻都在一起嘛，一起交通多好，对不对？好、哦，所以有些人你们可以的，你们是代表者，你们可以进到 pre classing， 你们就这样做。我是不行，我每次去教授型的都睡着，他们亲近神，我每次都睡着，而且睡得很好，因为很 peaceful， 是不是？哦，那但是呢，我在服事中，我就开始操练怎么样来亲近神，常常神在我服事中就给我启示。OK，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建立心里的殿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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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好不好？不要天天忙忙忙忙忙，像马大人失去了那个上帝，好、哦，建立心里神的殿，啊、哦，那神同在，因为神已经与我们立约，好、哦，下一页，好、哦，在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刚强去做工，而不是天天祷告。啊，主啊，主啊，求你差遣，祷告回去。主啊，求你差遣，利友去。求你差遣，思维。哈利路亚，就好像在吃暗标一样啊呵呵！感谢主，这一次我们上山，我们都太忙了。哎，我们四个代理信徒都思维谈到啊，他就专心谈到。哈利路亚，我们就搭配的很好啊。他在拿到博士班的时候，他在台上做了一个见证，很快学习。他就发现华晨在练博士，他就鼓励这个练那个练，最后发现是他练，他就去好好读了。好、哦，所以我们不要天天说啊、哦，这圣经哦，这圣经是为你写的，是为他写的 ，no， 就是为我写的，好不好？要去行动，啊、哦，你去行动的时候，你就带出高我来，啊、哦。就带着高火来，顾永康神的仆人在非洲造成了大复兴的，他就批评一些代表者，一直祷告不行动，这样子是不好的、哦。好，然后在做的时候呢，要非常重要，要用神的方法，哦、不是神的方法都不圣洁、哦，不是都不圣洁、哦、不可用血气或世人的方法。当这些事情都做到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持守，让祭坛上的火不熄灭，然后神会把他所应验的加给我们。我们常常觉得啊，我要去努力传福音。哎，人信主是真的是你传的吗？当然也是你传的。但是主要是因为神看到我们这群人，神看到你已经是一个合用的信徒，因此神会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是不是？哇！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很感动。神啊，你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而不是教会天天就有外面拉人来信徒，懂我？使徒行传要做什么？使徒要做什么？天天以祈祷、传道为事。
后来包括管饭食的都在行动传道，第一个寻道的就是管饭食的，是不是？跟高浩马上讲，哇，我大概第一个寻道，哈利路亚，啊，他有讲你的心智，哦，这个我们的使徒版是第一个寻道的，那表示这个使徒版，第一圣经上新约使徒里面第一篇道是彼得讲，第二篇道就是使徒版讲，是不是？讲的多好，从开始啪啪讲到最后回到天家。哦、我相信神会祝福我，好不好？好、哦，讲的这五点，第一个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先来见神的面；第二个是神同在，神与我们在一起，因为他跟我们立约了。好、哦，第三个是神应许的，后来人要大过先求人的。第四个非常重要，要圣洁。任何微小的声音有控告在里头，你要跟神认罪。他就要主动去做人际关系，啊，还有财务上面，啊，都是不圣洁的一个豆蔻。最后，神还允许我们，啊，要刚强，要圣洁。好，我们现在做个祷告。所以说，我感谢你，哈利路亚！你借着哈该书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建造圣殿。主啊，我们中间。也有诸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这个团队以后，心中火热，也愿意一起来建造圣殿。主耶稣是你，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你是完全的。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的心智，让我们一起来，在我们服事的过程中间，我们这些破口，也求你自己亲自帮我们补助。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会，谢谢你给我们这个 Ontario 这样子的一个施展的一个舞台。主要我们要在这边衷心的来建造圣殿。感谢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阿门。我们唱回应歌。我们主里都是你的百姓，我们仍呼叫你，宣扬你的圣名，在这黑暗的时代。你叫我们发光，当我们行走里面，主啊显你大能，听见听教会，见你教会，那一只真理。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乃一直这里，愿你这里成全。我们终于都是你的爱心，我们将呼叫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亮我光。让我们寻找一点，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
请坐。